我加入蚂蚁金服有两年多了，那我目前呢是负责整个平台的底层的核心技术。周围朋友也经常问哈，经常来问说，莹莹啊，现在是不是要买某个币啊，是吧？现在是不是要卖啊？我就看到这东西更多的是一些很大的一个泡沫，更多的是炒作啊。但是底层的这个技术其实是有价值。首先心态要比较平和，那快速的去熟悉这个新岗位的一些细节、技术细节啊、业务细节，一定要非常心态非常好啊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学习，因为你不学习到底层的很多细节，你是没办法去做创新和进一步突破的。那第二个呢，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，你要理解完这个技术特点哈、啊，去进行一个很大的突破，但同时你要这个技术怎么样去给业务服务，你需要积极的去推进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还是说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实力来说话。那回想起来啊，过去两年遇到最大的困难还是一个当时能启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。那我一开始来的团队呢，所要接受要解决的问题哈，就是区块链隐私保护啊，信息流转呢，我们怎么样能在高速流转的同时，能够把隐私保护做好啊？但隐私保护的最大难点就是它的一个通用性啊、和一个性能、安全性的这几个兼顾，对吧？当时这个非常难啊，然后我就经常会把这样的一个困境和同事去分享嘛，然后去讨论。家里面我最忙啊，然后孩子现在就是老人帮忙带，周末的时候我会尽量去抽一天到半天时间，然后对跟孩子也不陪伴，关于孩子的学习辅导分工到我头上。那保证好的状态呢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还是要对工作非常有热情，那其次呢，我觉得还是锻炼还是有必要的。我很喜欢画画，很喜欢跳舞和弹琴。对我来说呢，三年到五年之后哈，我期望的这个工作状态就是越来越从容，每天呢还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学习热情。Be confident, keep learning, 这是很关键的。